好了，到了，抵到敌意，一个小时，南图站，现在去到旅店，要步行2.8公里，我就不坐公交车了，我就走过去了。太晒了，我把伞拿出来了。这里都在建设，我一直往前走。中国南方电网，我现在走了一公里多，啊，这条路也可以走进去了，但我还是走这条主路吧，这条主路还挺凉快的。现在我从这里走啊，离开大路了，这条路是建设路。我在这里啊，把身上的衣服换掉，穿这件吧，旧一点。这件衣服穿的是租不到便宜旅店的。这件衣服啊，我就是网上买的，19块钱一件，最便宜的了。我已经试过了，他那个30块钱的旅店，他会开价68块钱，然后我转头就走嘛，他就便宜，他说给你60块钱，要不要？60块钱。我其实是不喜欢穿花衣服的。我喜欢穿一色的衣服，因为它便宜嘛。好了，换好了，继续走。醉浓院，麻辣三国，幼儿园，南图镇科技宿舍楼。再往前面走一点点，前面一条路就开始有旅店了。广济医院，这条医院还挺大的，往这里面走了。是同乐中路，同乐宾馆，前面有第一家温馨旅店，美食厨房，排场不小啊，马路对面走。这里的旅店虽然很多，但它也不是很密集的，主要都是家庭旅店。有没有30元的旅店还不知道，还得去问了看。因为这里都是家庭旅店了，他都是做老顾客，房间他定了什么价就什么价了，便宜的他还不做了。所以说正常的旅店他不一定便宜的。我在昆明很边缘的地方住30元都没有租到，而且全是城中村里面的。好多旅店，它没有30元的。温馨住宿，这里应该有一个了。啊，这有温馨住宿，包准房。老板，这里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啊？你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50块钱。50块钱。啊，算了。这边上有一家，我问问。你好，你们家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啊？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便宜啊！啊，最便宜也要这个，也要40块。往外面走，他说是30块钱，哪里去吃饭？30块钱那个，在前面还有好多南图市场，然后在这个市场后面有好多。这里有一个住宿，先问一声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这个最低58，那边没有30块钱，后面开看。这有个住宿，行。有人吗？你这里最便宜的单间多少啊？你这里最便宜的单间多少啊？40。在后面一条弄道是巨油。你这里最便宜的单间多少啊？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单间多少啊？50。哦，开价50，要租给我40。那个后面去找了，那个市场南头市场后面去找了。再一个和气住宿，这里面应该有个兴旺住宿。低价，单间，
老板，你这里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啊？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你要看你是住那个不开空调吗？不开空调。最便宜啊，40块。哦。还有一家旅店，看不见，看不见就说明他可能关掉了。这里有住宿，快捷住宿，还有永兴。你们家最便宜的单间多少啊？啊？妈。哦，来把我叫。啊，你最便宜的单间多少啊，老板？老板，你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最便宜的。啊。现在没有了。哦，人家干脆不做了。你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最便宜的单间多少钱？是吧？啊，最低的单间。350。哦，啊，算了。这个住宿，这边上应该有住宿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老板，这里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啊？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最便宜的40块。哦。你好，你们家最便宜的单间多少？单间有啊。最便宜的单间多少钱呢？有40、50，你要怎么样的？哦，算了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是最后一个了。这些房子30块钱也租到了。有人吗？嗯，敲门了，我门都锁掉了。还有这个里面应该住宿，没有人我也挺害怕的，他不管理的。那前面还有2家，再去问问看。哦，这里还有住宿，有人吗？这要上来了，可能有30的。有人吗？这些地方都没有人了呀，讨厌。这样子的。老板回来50块钱，现在没有便宜的了。这后面还有最后一间，还有最后一间。现在这个房子好，知道吗？哎，像这种没有人，有人吗？租房电话，没有人啊，我不住了。房子租不到了，一人小面，要不吃碗面吧？吃碗小面压压惊。房子租不到了，一人小面，要不吃碗面吧？先吃碗小面。面还挺大的。面10元2两，12元3两。我来一碗辣子鸡面，3两的。啊？辣子鸡面。辣子鸡面3两的。啊。不要另外放辣椒了哦。啊。我是那个做旅游节目的，啊，我做旅游节目的。做什么？旅游啊。做旅游啊。嗯。做旅游，你看我们叫什么呢？啊。12块钱，钱付好了，他们会端来的。来了，辣子鸡面。放油里炸过的，挺硬的。这是辣椒，花椒，都是放在油里面炸过的。3两的。这个要涨一下，嗯，不行，现在就能吃了，那很好嚼的，啊，下面还有
这个叫什么？油麦菜。味道很好吃，真的味道很好吃，面的味道很好吃，里面还有大蒜的味道，蒜苗的味道，很香的。刚刚吃了一碗鱼仁小面，这里是南头镇，现在1:08，时间还早，我现在坐80路，继续往北，到荣贵客运站，然后坐专线车，去佛山那边。这里是南头工商分局，80路，坐到荣贵客运站。到那边再乘专线车到广珠路碧江站，碧江站是个轻轨站，那边有好多旅店。现在1:22，车来了，这里要用佛山卡，上车3块钱。走到这个位置没法拍风景了，也就5站路，10分钟就到了。好了，我下来了，我现在想去找个上厕所的地方。师傅，哪里可以上个厕所？哪里可以上个厕所？我问你。稍等，稍等。你在那边等。我哪里可以上个厕所？厕所从正门进来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荣贵客运。现在这个时间1:40。坐了10分钟车嘛，对吧？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没有坐过汽车啊，要怎么弄啊？身份证。身份证呀。可以了。那你站一下。量体温。先小个便嘛，对吧？事情要一样一样来，先找吃的，再找放的。然后再买票，现在那里去买票。然后我这个车是坐公交车站，我不是坐这个里面的那个客车，是坐公交站，叫广州南站这个专线。这个专线好像快走了，因为可以转到广州南站的专线。这个广州路城轨碧江站到这里吧。是这样的车，广州南站，就一辆专线，其他的全是数字。现在上车了。他问我到哪里，我说到广州南，其实我到碧江站，大概7块钱就有了，我付了9块钱，你们多付了2块钱。这里顺德汽车客运站，这个车是分段起价的。上车后驾驶员会问你到哪里，然后根据你的路程由驾驶员打码给你扫。凯旋门。我已买了全程票9块钱，所以我也可以坐到广州南站。下一站就到碧江路了。我不去碧江站，到我干脆到广州南站了，然后再去广州站，然后坐车到东莞东。到东莞的车子没有了，我到东莞东先住一天，然后再回到东莞。说的是普通列车，到东莞只有那个城际列车，45块钱。你到东莞是12块钱，到东莞东15块钱。碧江站，我本来应该在这里下车的，算了。现在坐到广州南站。像啊，石头啊，好多，一路上都是石雕厂。快到广州南了。广州南站，广州南站公交站点到了，